我们要去。早上大家，我现在要准备出发去机场，然后这一次我们去的是曼谷，然后是 Tommy Hilfiger 带我们去的。您，有没有？我这么黏在这里哦。 Tommy, Mama Joyce. Hi. I'm here in Bangkok. So this is the entrance when I come in. 诶，怎么讲英文讲华语了？你看那个 view. You're gonna shower with the view. Yo, Jacko, welcome to Bangkok. 你们看我的 view， 是整个曼谷。你看，这边就是那个像 Paragonia。 我们现在就是还有时间，大概是刚刚 check in， 现在是5点差不多，泰国时间，然后我们大概6点半要在楼下 meet for 晚餐，就是 welcome dinner， 去冲个凉，然后准备，然后有时间我觉得可以躺一下啦，换个衣服，等下见，拜。嗨，所以到最后我决定就是换衣服，然后这套也是 Tommy Hilfiger 的啦。 全身都是他们家的，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去我们的 welcome dinner。我们去吃个饭，吃个饭回来我们就去喝酒。哈哈哈哈，我们要去。2023的美食，2022的美食，2021的welcome drink。对，所以要明白。我们在拍，知道吗？ What do we have? Foie gras. Foie gras with the lotus petal, or we call it Thai Yankee. Oh, it looks so good. Two hands, you grab two hands. Grab your hand bite. Okay, so we have to use our fingers. This is the one. This is the organ. Organ. And then we both eat it. Good. Unique taste. Hmm. What do you want to describe this taste? 有点太，有点太了。太美了，太好吃了。哦，哇哦 ，It's a very fancy dish. Bon appetit. 我现在来吃它的 scallop. OK. 大哥要讲一口吃这个。我来吃啊。嗯。然后 scallop 好吃。 很新鲜，而且那个鱼子会在你嘴巴里面爆掉，然后吃的很上出。嗯，好吃哦！这个吓到我 ，Oh my god！这个小小那个网出来的时候吓到我一下，我老远。这个，再玩一个。哦，你好，嗨。 拜。早安啦，谢谢你吃个饭。我们的早餐就是在我来这个 Central World 先生，请问你是一个人吗？啊啊！你们看这间店很像很厉害，像我每一年都获得米其林推荐。这个我们的泰国导游要用泰文帮我们点餐。 OK，老板，服务你们。啊啊，站住！你慢点，慢点。好，谢谢。阿松，不要。不要。老公，他。哦，麻烦你会讲啊，真的很厉害啊。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有那个上海的朋友带我们嘛，就是 Jason， 他本来这个 trip 也是要 join 我们，他本来今天飞了，但是哦，他中国病，哈哈。 所以就没有飞。我们现在要去我们的酒店，但是哦，因为很塞车，大概7公里，然后要花费50分钟，50多分钟。到了1个小时过后，我们终于到我们的酒店，叫 The Salud Hotel。
真正 lobby 这边就有一个 cafe。 接下来我觉得 怎么这么高，赶快甩下去，就是某爷的拜拜。开门进来，小江，然后洗手间，这是我们的房间，它有一种法式的那种感觉，法国，而且很不错，是因为它其实这边还有浴缸。 它虽然不大，但它还可以，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有一个 bathtub 给我们，太棒了！走过去就是房间啦。Oh my god， 给你们看外面这个 view。哈哈，没东西。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这家，我看到茉莉这腿的咖啡，还是 Morocco style，就是不像在泰国。哇，蛮漂亮的，这里就是每个角落都是打卡点，你看。 选择不多，但是真的是很漂亮啊！拍个照，好热啊，好多人啊，很臭哎。 现在天已经开始暗了，然后这边整个地方都是很适合打卡的。就如果你们要来啊，是吧？这边你可以拍一下。我们从天亮到天黑，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啊？去哪里 market？ 七七四十五小时，我们终于到了酒店，上班。我们一到就下雨啊！ 应该啊，my friend， 好像是一个那个什么，下面是个宝宝，哪里呢？它是起来像塑胶，虽然是生的，但是它像是比较生的鸡肉。然后这个三文鱼哦，还有松的，很生的螃蟹，它壳是软的。 壳是软的，那里可以很掉啊。整个，它壳是硬的。可以撑的，你这看那个图形，它是硬的。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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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ham， 就是这个好吃。 然后你们可以这边叫他们帮你们订日，现场就可以吃。看我们的，我们买这个 crepe， 然后我们的面包，我们的宵夜，这是很懂，现在吃东西 ，Let's go。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他们这个真的很好吃。它这个是 ham and cheese， 看里面，这是那个路边摊的，看吗？ 嗯，那种上面那东西都是特别好吃，这个 amazing， 你看到、哦、他们这边真的是很厉害，你看，一个可以包完子哦，哦，厉害哦，还有 wasabi 的，看，好好吃的，放 wasabi 跟刷刷刷，好好好，啊。 好香啊 ！Hello， 大家早安。时间过得真系快，又系时间讲拜拜啦。我们现在要去机场了。你看一个蛋糕，好 cute， 一个 friend 送我们那个，是黏黏的蛋糕。大家这次的泰国 vlog 就到这边了，所以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顺利。还多讲。